jalan berliku tentu mencabar bersama. Beliau menang di jalan. Beliau merupakan salah seorang yang paling senior di dalam parlimen hari ini. Dan kami merasa amat bertualah sebab beliau sanggup datang walaupun beliau memang sibuk berkempen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tapi datang untuk menyokong calon-calon DAP di Sandakan dan juga pakatan-pakatan calon-calon pakatan rakyat di Sandakan juga. Mereka banyak dari kami hari ini di sini untuk berkongsi dengan kita negara kita. Sebelumnya, terima kasih 今晚表現非常突出的金牌主持人曾國安律師。 Saudara dan saudari， 各位親愛同胞，今晚晚上好。我同大家今晚嘅心情一樣，非常嘅興奮，非常嘅開心，因為再多幾日，全馬來西亞人民、東西馬嘅人民。 将要一齐迎接一个新嘅时代嘅开始，一个国阵不再做中央政府嘅沙巴嘅州政府嘅新时代嘅开始，一个腐败政权俾青年政权取代嘅新嘅时代，一个负责任、一个可靠。 干净、以民为先嘅文联政府，50年后终于咧喺西马，五十六年后终于喺西马，50年后终于喺东马出现。各位同胞，我睇到大家有非常强烈嘅期待同希望，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一次咧。 系千载难逢嘅黄金机会，而一次咧，如果连呢个机会好似我哋黄天发同志所强调嘅都失去嘅话，再回头已经系百年身噶啦。所以我哋大家已经立定决心，喺呢一届人民联合我哋民联。 成立大結盟，一齊嘅努力嚟推倒貪污腐敗、專制霸道、種族主義、黑箱作業、金錢政治嘅國陣，係咪？各位，我哋華人咧就係一個。 压力非常大嘅民族，因为虽然我呢个国家开邦立国，三大民族、十大民族冚唪唥都有份，但系偏偏我哋华人咧就得唔到应有嘅地位、权力啊，以及机会。虽然宪法讲明各族公平，但系我哋始终系觉得。 唔係覺得始終所受到嘅處境待遇，完全咧唔能夠使到我哋覺得自有自尊、有自豪感、有歸屬感。始終咧呢個國家就係出現咗個大問題，呢個問題亦都使到馬來西亞咧今日處境啊非常不妙。兩年前。 一个新嘅首相宣布长，前马航总经理，佢一入到去做部长冇几耐，佢公开讲话，宣布马来西亚咧2019要破产，结果佢翻去咧俾纳吉省咗一轮嚟，叫佢咧丑事唔好讲出街。但系呢件系事实嚟嘅。 马来西亚系一个天府之国，天然资源乜嘢都有，石油、石油气亦都有，应该系一个好
富有國家，好進步、好昌盛嘅國家。我哋又冇天災喎，110几年前百年難見嘅這個海嘯啊 ，tsunami 殺到嚟西馬，一直向住馬六甲海峽衝過去，嗰、那個青松千重浪，睇字就可以撞到馬來西亞。但係我哋都行運到俾 Sumatra 擋咗一擋，你睇我哋行運好。但係做咩我哋呢個國家越嚟越節節敗退呢？以前馬爹首相上台，佢話娃娃山土啊土咯土啊土咯，啊要馬來西亞喺2020成為先進國。先進國係咩意思啊？先進國嘅意思即係講馬來西亞多七年啊！而家2013多七年，我哋國家發展神速，收入咧超高，人民嘅教育咧超好，國家嘅經濟咧發達，個個咧生活到幸福快樂，仲有啊！科技啊、發展啊等等，同美國、日本、歐洲呢啲國家、韓國平起平坐。七年之後，我哋同美國平起平坐，你相信冇？笑死人啦！而家國陣提都冇提2020，你睇大選宣言有冇2020冇？咩都唔敢咩啦！仲有。20几年前都係另外一個宣布，話要喺幾時幾時2020之前咧，就要將馬來西亞嚇變做為咩啊？亞洲第五條小龍，即係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之後，而家亦都唔敢再提。反而咧，而家印尼啊、泰國啊、越南啊，全部經濟起飛。就快追上馬來西亞㗎啦！啊，以前我哋時時去泰國邊境嗰度玩，我哋叫做邊個泰國叫做隔離村，冇幾耐，佢哋叫我做隔離村㗎啦。而家我哋請咗好多印尼內容，有可能多幾年，我哋輸出內容去印尼，呢啲係可以發生嘅事嚟嘅，因為世界輪流轉啊！各位同胞，馬來西亞國債6000億，你以為少㗎？馬來西亞國債6000億等於2800萬人口，每個人負債20000多，所以可以話大發慈悲，窮苦家庭每個攞500蚊或者250蚊，我同你講係借錢嚟嘅。借錢嚟買選票，唔係因為去體恤人民啊！所以呢個國家嘅政府已經係到咗破產嘅邊緣㗎啦，到破產邊緣。我同你講啊，新加坡派錢俾人民已經好多年咗啦，係嘛？你哋知道冇？香港派錢，新加坡派錢幾多錢？我忘記咗。香港派錢舊年啊！所有的香港居民，不分男女、貧富，每人18歲以上都可以拿到6000港幣。澳門仲犀利，加多1000，7000港幣，3000、6000港幣同7000澳幣，等於3000馬幣、3500萬、500蚊馬幣。你馬來西亞有咩好嘢啊？500蚊，區500蚊。500蚊再借嚟嘅喎，嚇、啊！做咩新加坡、香港、澳門呢幾個國家一啲資源都冇，都能夠派出咁多錢啊？而且不分貧富喎，李嘉誠嘅仔都攞到6000喎，為咩要咁？原因就係咧，我哋呢個國家有資源，冇天災，但係咧。就一個最大的公害，咩公害啊？就喺個國家咧有國陣呢個最大的人禍，人禍。
所以講各位同胞，這個國家要成功要偉大，人和呢就必須先剷除，國陣呢就必須先對立，我們人民才能夠抬頭，國家才能夠發達進步。剷除貪腐，消滅霸權，沙巴亦都是一個豐富資源的國家，為什麼今時今日咁貧窮？為什麼要出現咁多的醜聞？4000萬只不過冰山一角咋。各位同胞，講到我哋華人嘅困境，我要講下華教，因為我都佩服沙巴，因為喺咁多州之中咧，沙巴嘅呢個獨中啊，應該係全國排第二嘅。你哋有9間獨中，好慚愧啊！同你講，吉隆坡人雖然華人多啊，但我覺得得4間獨中，雪蘭莫亦都係得4間獨中。所以你們應該為你們貢獻心母語教育呢，為自己鼓勵喝彩。前幾天董總他宣布呢5大的這個訴求，希望啊邊個執政邊個呢都接納以及實行這個訴求。對民聯來說呢，我們是沒問題的，因為民聯呢絕對尊重每一個民族的這個基本權利，包括學習、使用以及發展我們的母語教育。所以但是國陣絕對呢不會接納的。有些人說不如等下投票前夕國陣曉不曉接納這個董總的訴求，要不要宣布呢增加多幾間獨中，增加多幾間小學。我說你不要相信，因為國陣是一個什麼政黨，國陣對華社來說呢，選票他就要，選票之前呢他可以討你歡心，選票過後呢就過橋抽板，這個就是國陣。你或者說未必啩，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呢，我就要提醒你14年前一件事。那件事呢每一個華人都不應該忘記的，奇恥大辱。什麼事啊？1999年大選，還有幾個月大選，那陣時全國的華團呢開會，認為我們是時候啊要向國陣提出訴求，要國陣呢保障加強保障我們華社權益，因為我們在各領域經濟、教育、文化、宗教，樣樣都被打壓，被國陣迫害。所以我們超過1000個華團，全國每一個州的領導華團，包括沙巴州，很多華團都蓋章簽名聯署，要將那個大選訴求交給國陣以及所有反對黨，要我們亦都要我哋正式的宣布同意接納佢哋嘅呢個大選訴求。嗰陣時國陣咧睬你都冇，冇睬冇理，但係由呢個訴求嘅運動進行到轟轟烈烈，而且華社嘅情緒非常高漲，輿論非常嘅強烈，結果啊！在大選前夕，國陣看到情況不妙，終於宣布什麼啊？
宣布原則上接受咧接納華團大選訴求。大家仲有呢個嘅印象嗎？當年我哋華社，我相信包括沙巴嘅華社，覺得非常嘅感動，因為我哋華人咧好少有機會啊得到國陣咁講嘅喎，所以當年咧我哋好多華人咧就為咗要感恩國陣原則上接納我哋嘅華團訴求，就將票投俾國陣。結果嗰年國陣咧大贏，一面倒大贏，贏到啊連林吉祥加巴斯都輸咗國會議席。大選過後，第一次開國會，行動黨問行動黨喺國會嘅議員問馬姐首相，到底你國陣幾時真正兑現你嘅諾言，接呢個實行大選嘅華團大選訴求？馬姐點樣答啊？我對唔住啊！我哋國陣而家立場改變咗，我哋收回啊！我哋唔接受華團訴求，唔單止咁啊，佢仲形容啊，所有支持華團訴求嘅團體嘅人士，冚唪唥好似反對黨。佢話我哋好似反對黨啊！各位，跟住冇幾耐，幾百個無青嘅團員喺當時無青全國樹理團長嘅帶領之下，遊行到吉林波中華大會堂，恐嚇中華大會堂嘅領導，要佢哋收回訴求。如果唔係，一把火燒咗吉林波中華大會堂，記得嗎？呢個係咪奇恥大辱對華社？各位同胞，我哋會忘記一個歷史嘅教訓冇？會冇？絕對唔可以啊！前思呢啲係前車之鑑嚟噶，所以你睇，如果沙巴州政府有咩大選宣言，佢裏邊車嘅大炮，絕對唔可以相信，唔可以相信。文聯就唔同啦，文聯講到做到，我哋早過國陣啊提嗰個宣言，我哋宣言裏面講得好清楚啦。除咗用對華教公平公正之外，我哋噹噹喺裏面講啊，一執政，我哋馬上全面嘅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嘅資格。國陣做得到，你睇董總幾慘，俾國陣呃咗一次又呃一次。今年嘅團拜，新年團拜，那支第一次啊，係馬來西亞開國嚟，第一個首相走上董總嗰度同佢哋團拜，不過得罪咗我哋華社，因為佢冇根據我哋華人風俗。你同華人拜年，你梗係攞禮物去噶嘛，係嘛？攞禮物去咩禮物啊？因為當時我哋董總有三大訴求啊，第一要國陣承認統考文憑啊，第二要增加讀中啊，第三要檢討教育發展大藍圖嘛。你既然嚟到同我哋拜年，應該知道我哋嘅意願嘛，我哋嘅希望嘛，結果空空手嚟，空手走，大家非常失望。不過首相臨走之前，佢又同董總嘅領袖講喎：得閒咧，我請你哋去我度飲杯茶，吃一隻包。結果我哋嘅董總嘅領導咧，又覺得有一絲希望。果然，首相果然請佢哋去報城。佢喺首相署嗰度
去飲杯茶呀，直包。嗰日就係咧，今年嘅4月1日。4月1日係邊邊節啊？愚人節啊！愚人節啊！結果我哋六位董總最高領導去到馬爹辦公室，諗住兼任教育部長嘅副首相，無意點有位嘅冇。兩個副教育部長亦都冇，邊個陪住阿芝麻？一個書記仔啊，喺嗰度抄錄會議記錄。結果阿芝見咗個六個董總嘅高層，相片就影到好多啊，大日報紙頭條新聞啊。但係嗰日發生咩事？佢哋打下牙教佢哋講拜拜，我唔得閒啊，乜嘢都冇做到，冇答應到。但我哋董總咧，依一次係第二次俾魚龍咗。但我哋董總嘅領袖又覺得有多少樂觀啦，因為仲有5日啦，4月6日，郭振曉宣布大選宣言喎，所以你有多少啊樂觀，即係講有可能咧，我哋呢個首相專登俾我哋嚇嚇我哋一驚，專登俾我哋咧。失望一下，悲觀一下，5日之後咧，正俾我哋爽一下咁樣。點鬼知5日之後4月6日，郭振咧就利用咗國家電視台啊啲私營電視台2個鐘頭嘅直播，宣布佢嘅呢個大選宣言，對呢個華教粒字不提，對統考亦都粒字不提。各位，咁嘅郭振仲值得我哋支持冇？值得冇？各位，咩叫大選宣言？大選宣言就係一個政黨咧，佢喺尋求你哋嘅委託，尋求你哋嘅支持，到佢執政嘅時候咧，佢喺大選宣言嗰陣時咧所作出嘅承諾啊，佢喺做咗執政黨之後，佢可以一一兑現嘅。如果大選宣言都冇提到嘅嘢咧，佢答應你乜嘢，你都唔好信，你都唔好信。所以各位同胞，我哋已經唔能夠再忍耐、忍受國際對我哋嘅嗰種對待。馬來西亞咧已經係獨立咗56年，聯合邦咧亦都成立咗50年。半個世紀，郭振咧就係、是、最叻嘅，就係、是、掏空國家嘅資源，挖空國庫嘅依個人民嘅財產，搶掠我哋國家嘅土地。等等，呢個就係國家國陣。馬來西亞嘅貧富咧分別好大，國陣嘅咧就個個都有錢嘅。啊，你睇各位，剛才我哋邊有個講啊？中選2年，大屋大車，呢個係事實，但係我哋貧苦嘅大眾超過咧70%。呢個國家唔能夠再咁樣發展落去，所以我講，而家國陣其實係好驚，輸咗大選，因為咧3年8月過後，國陣睇到危機咗。3年8月過後，國陣睇到危機，本來阿芝咧一早就喺2011年咧，即係2年前啊，解散國會舉行大選嘅。因為當年唔係去領軍嘛，阿布拉巴達威嘛，阿布拉巴達威領軍咧輸咗，第一次輸咗國會嘅2/3多數席位，第一次輸咗5個州政權俾拉茲拉咗落嚟。咁啊，拉茲咧因為佢想揾佢嘅人啊做啊競選嘛。咁佢能夠控制政權嘛，所以想做啲大選。2001就有跡象噶啦，
但係有一件事咧，打消咗佢主意，因為當年Perse 2.0 啊，好多沙巴人專登買飛機票去吉隆坡參加噶。Perse 2.0，10万人企上嚟走出街，嚇到那隻咧患咗一種病。你哋唔知，好多人都唔知，不過因為我有報成嘅朝廷有我嘅密探探子回報，那隻患咗政治憂鬱症，因為從來冇睇到咧三大民族人民、廣州人民，包括東馬人民，甚至賣飛機票去到吉隆坡參加咧 Perse 2.0。要爭取公平、公正、自由、透明、乾淨的大選，人民的勇氣以及正義感使到他啊馬上打退堂鼓。我要在這裡恭喜我們馬來西亞人民，終於呢站上來了，醒覺了，馬來西亞有希望，是因為我們人民呢已經和以往不同了。我哋不再激，不再保守，我哋不再激反政府。我哋知道反政府係我哋嘅權力，政府唔好係爛政府，係壞政府，我哋就要推落去，對落去。所以各位同胞，2012就嚟接近限期嘅咯喎。是時候大選的了，因為通常三年幾四年就大選了，點鬼知那隻啱啱睇緊通勝的時候又出現 Perse 3.0， 依米更加勁。2011年10万人，2012年20万人，嚇到那隻政治憂鬱症加重了，變成政治恐慌症。又沒有大選了，今年不大選不行，因為限期到。各位國陣現在什麼症啊？國陣已經是氣數已盡，所以叫做病入膏肓，死期到了。你們真的很幸運，你們知道那隻患什麼病過去兩年。各位，一個人如果作惡多端，是不是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啊？一個政黨作惡多端，禍國殃民，他的下場是怎樣？要去荷蘭。各位同胞，阎罗王 要人三点死咧，就不会留到去更啊。5月5日啊，5点啊，下昼5点投票结束，人民要觉醒咧，5点死啊，唔可以提早到三更嘅。國陣做了咁多壞事，壞事做盡，係應該拜拜㗎啦。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時不到，時辰未到啊！其實喺兩年幾前，當北非嗰三個國家，兩年幾即係嗰年啱啱兔年咧，佢咁啱咧又有嗰種義喺嗰度。北非第一個國家咧，嗰、那個腐敗政權啊，俾人民一個禮拜裏邊推冧噶，叫咩國家？配合兔年咧，
個國家就叫做突尼斯亞嘅嘛。啊，突尼斯亞嘅班阿里政權啊，同佢家族同佢朋黨控制咗突尼斯亞20年，治國家好窮啊！但係佢哋嘅政，佢哋嘅統治者家族啊、朋黨行好有錢，結果人民不滿，一個禮拜懟冧佢，跟住咧就傳到埃及，埃及咧霍斯尼穆巴勒總統亦都係好似班阿里咁啊！結果咧呢、這個腐敗政權咧，亦都俾人民推冧。接住落嚟，黎比亞41年啊，加達比總統獨裁者，結果犧牲咗好多人嘅性命，流咗好多血，終於加達比都係俾人民推冧。仲記得加達比死到最慘嘅話，啊，血腥腥嘅鏡頭記得嘛？啊，呢啲就係後果啦，佢就下場啦。所以你睇北非呢幾個國家，雖然咧計炒屈低，就係、是、因為咧人民發揮咗力量。馬來西亞人民睇到北非出現咗呢個叫做阿拉伯之春喎 ，Arab Spring 喎，但我哋人民一直好唔高興，好唔開心，做咩佢哋有我哋冇嘅？馬來西亞之春幾時嚟啊？大家心裏面一直喺嗌，我亦都知道大家心理。有人問起我嘅時候，我同佢講：放心，放心，時辰未到。馬來西亞春天咧，同佢哋嘅時辰係唔同嘅。第一，第二咧就係馬來西亞國情不同。我哋人民咧要改變政府。改換政府，我哋無需要咧上街流血，無需要白白犧牲我哋嘅生命，我哋都無需要用拳頭、子彈、大炮嚟達到呢個目的。馬來西亞人咧係愛好和平嘅，民憐係尊重憲法精神嘅，我哋愛贏政府，愛贏政權。我哋要用最和平、最憲法精神嘅途徑去達到呢個目的，好唔好？所以，我哋等咗兩年幾，等咗兩年幾，時間到啦，大家睇下表，多幾日？唔過5點，大家一齊去投票，做自己應該做嘅事，好嗎？各位，剛才我哋嘅曾國安，曾國喺邊度啊？佢學識好淵博，博才咩？博識多才。剛才佢話《三國演義》嘅趙子龍，我都提下《三國演義》，順便提下我哋文聯同國陣有咩分別。我講得簡單啲，國陣咧呢個腐敗政權咧。你不論佢係14個黨或者13個黨組成，佢嘅大哥只有一個，就係毛統。毛統揸邊，其他人咧只能夠啊做狗用，唔能夠做英雄啊。但係民聯就唔同啦，民聯嘅成立咧，我哋啊有一個共識。呢個共識咧係根據我哋嘅 Common Policy Platform， 即係共同政策綱領，喺呢個綱領嘅精神原文聯3個黨：民主行動黨、回教黨、公正黨，我哋所作出嘅一切重要決定，影響到國家、影響到人民、影響到族群嘅決定。我哋3個政黨100%同意贊成，正能夠通過嘅。國陣唔係啊，大佬講乜就乜㗎啦。所以你睇
你要毛統呢繼續俾你喺你嘅黨舒舒服服做官嘅話，就要聽話。但係民聯就唔同啦，民聯呢，我哋嘅基本嘅精神同原則就係，我哋每一個黨喺民聯裏面都係平起平坐、平等平權嘅。冇話邊個做大哥，我哋建議安華做首相，係因為咧，我哋一定要選出一個大多數馬來西亞人民能夠接受、接納嘅人選做首相，所以我哋選公正黨嘅精神領袖安華做首相。但係，如果安華做咗首相之後，佢唔係馬哈爹，亦都唔係納吉。佢唔可以好似毛統咁樣嘅首相咁樣呼歡喚雨，因為安華做咗首相之後，佢想行咩政策，去刁民個三黨先，三黨批准正行得。所以各位，依、這個就好似當年三國演義嘅桃園三結義啊！考院散者意，關公、劉備、張飛三個結拜兄弟，一起滴血為民，要為國家為民族做一件好事，就係、是、確保馬來西亞能夠成為一個咧政府清廉、國家富強、民主進步、全民平等的偉大國家。如果民聯能夠執政，我相信我們馬來西亞人民將能夠苦盡甘來，人人發財。我不是說民聯執政呢就開多幾間賭館給你們發財，而是剛才天發同志呢又提到檳城的情況。當年308檳城周務新的首席部長林冠英第一日上班打開條數簿，哇，又說國陣好嘢嘅，做咩檳城欠債6億3千萬。本來呢條數個個都唔想攞嘅，問冇辦法啦。我哋執政銀字頭皮諗辦法。咁由於我哋乾淨，我哋負責任，我哋冇貪污，我哋節省種種嘅呢個資源，我哋不允許公共基金浪費，所有工程全部都是公開招標，慳了很多錢，賺了很多錢，亦贏了 全世界的本地投資家的信心，走嚟投資。4年後，檳城的債務由6億3千萬減到剩翻區區3千萬，呢啲就是民聯州政府的好嘢啦。但是你看國陣，中央領袖又好，沙巴的國陣領袖都好，你千祈不要 給民聯、啊、給火箭執政、啊、他們不懂治理國家的，他們上台、啊、國家破產玩完的。大佬，你看看檳城，不單止這樣、啊、聯邦政府委任的總稽查司，即是 Auditor General， 即是總查上司呢，每年都有出報告的嘛，從來不讚國陣的州政府的，但是讚檳城的州政府，讚雪蘭莪的民聯州政府，因為我們理財有方，管財有力，所以都在報告裡面呢讚我們的民聯政府呢好嘢。這些總稽查司不是我們委任的，是國陣聯邦政府委任的、雪州呢？雪州又點啊？又係我哋
民聯政府嘅喎。雪州啊，當年我哋贏咗之後，又係打開條數睇儲備金，做咩五十年又話雪州係全國最富有、最先進嘅州，做咩儲無金、儲備金得個少少四億？結果我哋民聯咧，好似檳城一樣做得好靚。舊年12月31日嗰條數計一計，我哋嘅4億儲備金短短四年幾啊，飆升到26億啊！各位，所以你話要挽救馬來西亞，要解救沙巴，係唔係州國都要換政府呢？我哋有一句話，你睇我哋而家講到好理直氣壯嘅，因為我哋一句話，有利咧就可以通行天下，冇利咧就寸步難行，係咪？所以啊，呢啲係有證有據嘅。各位同胞，我今日同大家咧喺度相遇啊，係非常歷史性嘅事嚟嘅，因為我哋多幾日咧，我翻去西馬，你哋留喺東馬。我哋東西馬人民同民聯咧，唔單止要一家親，我哋仲愛咧你一個大結盟。我哋東西馬人民大家咧對抗國陣，我哋相結合璧，肯定天下無敵啊！所以我哋隔住一個南中國海，但係只要我哋心理相通，我哋分頭打，一切贏。國陣再統治咧，就要出現咩啊？出現咩形象啊？國陣再統治嘅話，就要出現就係、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冒獅鞋，呢啲係國陣嘅形象。各位同胞，落緊大雨啊！因為上天都聽到我哋憤怒嘅聲，佢都一齊嚟哭。因為上天知道我哋今日出名嘅時時停電嘅山打根，今晚全場光明，要俾我哋溝通。各位同胞，我臨結束之前咧，我要問大家問題，要塞錢入你袋。各位，我想請問下你哋係咪馬來西亞公民？係。哇！大膽叛國啊！係公民，我哋係咪愛應該愛國？當然，愛國係每一個公民嘅天職。但係各位，我今日要你哋咧多幾日發揮最高嘅愛國表現，因為愛國有好多種，通常我哋講愛國，西馬咧就諗到文鼎街8月31日，東馬咧就諗到916馬來西亞人，呢兩人其實都應該愛國，但係如果只係愛呢兩人，另外363人咧，應該都要愛國啊！要，但係愛國咧，最高嘅愛國情操最有意義嘅，唔係只係揮下國旗啊，唱下國歌，賣下國貨。我冇鼓勵你哋賣國產車，因為唔值得賣。愛國咧最重要嘅表現咧就係、是、國家有難咧，
我哋就馬上不高有責嘅嚟救國，係咪啊？所以啊，往往咧喺戰爭嘅時候，戰爭嘅時候咧，嗰啲人民咧就表現最愛國嘅，為咗挽救國家、保衞國家嘅主權，我哋人民寧願咧上刀山入入油鍋，啊，犧牲性命都在所不惜，呢啲係好高嘅愛國表現。但係我哋國家而家冇戰爭，我哋無需要咧無謂嘅犧牲。咁樣我哋人民咧，你同我都一樣，大家都希望喺我哋有生之年啊，做啲好有意義嘅嘢，啊，轟轟烈烈嘅嘢，我哋能夠覺得驕傲自豪、難忘，瞓覺嘅時候咧發夢丟笑嘅嘢，覺得好開心、好幸福嘅嘢，咁樣幾時有機會做啲嘢啊？幾時啊？好難有機會嘅喎，而且大家一齊都有機會嘅喎，邊有咁嘅機緣啊？有啊，我咪嗰個塞車入你袋。各位，剛才我講咗國陣咁多衰嘢，又又又都係真嘅，所以國陣咧其實咧係馬來西亞咧最大嘅公害，亦都係我哋人民最大嘅敵人，公敵。所以啊，我哋要國家好，就要咧懟冧國陣；我哋要國家好咧，就要為國除害，除咗國陣呢個國家最大嘅公害。以前啊，以前我哋好多人民仲唔知道，原來我哋手上咧都有一支，都有一個武器啊，叫做選票係嘛？而家知道呢個選票犀利咯。我問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呢個世界最強大嘅力量係咩？呢個世界最強大嘅力量係咩？梗係人民嘅力量啦！啊，人民嘅力量最強大嘅，所以各位啊，5月5日，我哋人民、沙巴人民、沙拉威人民、西馬人民，大家咧好好利用呢個力量，集中我哋嘅選票，一齊嘅用選票嚟除魔斬妖。至到5月1日成為馬來西亞第一次吹政黨輪替，改朝換代。至到5月5日成為貪污腐敗嘅國陣，第一次做反對黨。各位，各位，5月5日，我相信將要成為我哋馬來西亞人重新抬頭，依個國家邁向新天，我哋沙巴人民扭轉全軍嘅一個歷史性嘅、永遠都要紀念嘅一個愛國紀念日。因為呢一日係我哋自己幫自己，為自己嘅困境打開一條、殺開一條生路。呢一日係馬來西亞恢復民主、人民重建天日嘅一日。所以5月5日咧，將係以後非常重要嘅節日。各位，我哋一齊民連隊人民一齊嘅同心合力，並肩作戰，逃出黑暗，走向光明。恭喜大家！
我亦都想邀請陳國偉同志，陳國偉同志上嚟。點解我想邀請各位嚟呢？因為我想俾大家知道，頭先我講阿聰嘅故事。阿聰係我哋其中一位同志，我哋好多同志自由，即係講跟火箭行嘅呢班同志，大家都係義務啊。回應我。